2021年4月14日，大天使迈克尔，唤醒创造显化的魔法。5月5日，金牛座卯宿星门户，传导，西列芬。亲爱的伊们，自2021年1月以来，你们的世界和你们的星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年的封锁之后，这种压力仍然存在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感到精疲力尽，只想进入一个更轻松的时代。那个时代会到来的，但首先会有更多的转变和变化。你们来到地球是为了成为这个改变的一部分，仅仅是去把握光明，去觉察、觉醒并充满爱。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压力去做伟大的事情。相反，与你们的灵魂和你们的神圣本质连接，这是你们的工作，而不是陷入冲突和侵略。亲爱的们，我们告诉你们，有一个更容易的方式来启动改变，而不是通过在外部世界的抗议和行动。这要求你们耗尽你们的能量储备。它是与内在世界的神奇创造力相连接，并显化你们的梦想和渴望的。你们是拥有强大创造力的存在，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梦想和愿景显化为现实。但是，首先你们必须做出选择，决定你们想要创造什么。你们是不是很舒服，以至于没有梦想呢？你们是否现在当下的现实中无法想象另一个现实呢？你们是否陷入了冲突、叙述和对立的观点中呢？还是你们只是太厌倦了应付现在的现实，而没有精力去创造别的东西呢？我们可以理解，在这混乱和不确定性中，生存的斗争是如何的势不可挡。你们可能正在处理生活中许多层面的损失和压力，以及可能影响你们夜间休息和梦想的集体能量中。但我们要对你们说，最亲爱的伊们，你们通过梦想魔法和显化来梦想、创造和显化的能力是你们现在拥有的最强大的工具。如果你们能在更高频率的时间线上梦想另一个现实和另一个未来，那么你们就能创造它。你们是造物主和共同造物主，你们被设计成上帝的形象，有能力创造和共同创造。这个人类创造的混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你们被恐惧、愤怒和焦虑所束缚，这样你们就会忘记你们是强大的造物主，你们也不会被经济或政治制度所奴役。你们是自由和主权的存有，你们有权选择和创造，而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创造做出反应。你们可以显化并创造梦想咒语，这是一个新地球社会的强大全新模板。当你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创造这些梦想时，他们开始在能量场中融合，因此开始显化。你们可以通过咒语、誓词和法令来使用文字并创造文字咒语。这些咒语、誓词和法令在能量场中留下声音模式，这些模式具有相同的效果，并开始把能量与造物对齐。你们可以唱歌、跳舞、绘画和创造光之语言，所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力量的魔法追求，在过去被你们的祖先尊为寺庙艺术。你们中那些希望与大自然、精灵和元素一起工作的人，你们的时间就是现在。太阳正朝着金牛座5月5日的门户移动，这时天空中被照亮的部分包括有天狼星和猎户座，尤其是卯宿星。卯宿星团与地球上的自然计划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他们与伊洛西姆天使一起为地球上的许多植物和动物物种播种。卯宿星理事会和你们的卯宿星家庭非常高兴与你们在你们的神奇的创造性显化计划中一起工作。当你们通过5月5日门户或星门时，他们将在你们的梦中和冥想中与你们一起工作，创造新的地球，在那里地球上的天堂将成为你们欢乐和美丽的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可以把自己从当前集体意识的密度中解放出来，提升到新地球的更高频率中。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选择在这两个地方为那些希望从第三维度实相进入魔法新地球的灵魂们创造一座桥梁。我们希望你们知晓你们是被爱住和被支持着的。我们也请求你们好好照顾你们的身体，因为这些维度之间的摇摆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严重影响。记住要经常休息和喝水。亲爱的们，我们看到你们在光中起舞，创造奇迹。你们知道你们拥有这些力量，不要放弃，要强化你们的梦想和你们对新地球的魔法般的创造。